侠。准备化妆之前来护肤，哇！今天早上突然间就是有点上风，一直都给我揉到红红啊！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发现到我的皮肤有一点不一样，我自己是有啦，就感觉整个人提亮了很多，就是有一点容光焕发的感觉。那其实这几个星期呢都在试用新产品啦，那我就要跟你们分享这个品牌呢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，就是这个叫做 The Elva。这支呢其实就是他们的首款白松露精华喷雾，这个产品呢真的是让我很惊艳。你们可以看到呢，黄色这一层呢就是他们的精华油，那下面呢就是精华水，那当然用之前呢就是要先摇均匀。我特别喜欢它喷出来的那个雾，非常的细，然后可以很均匀的撒在你的脸上，摇均匀之后呢就可以喷在脸上，然后我就会做这个轻拍的动作，然后这个精华喷雾呢很快就会被脸部的皮肤吸收。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保湿的精华，还有提亮的功效，就可以让到你的脸呢容光焕发的感觉。化妆前化妆后都可以用的，化妆后之后用呢就可以拿来定妆，非常的好用。而且这个喷雾精华呢非常的神奇，它可以让我们调理死皮细胞，然后让我们的皮肤呢更加的光滑，而且呢等一下上妆呢就会有更加明显提亮的感觉。所以这一款白松露精华喷雾呢我是有惊艳到的。那我还有用他们家的其他产品啊，像是这一个呢就是 Double Layer Revitalizing Serum， 然后也是白松露系列的一个精华，它的质地是这样子，挺水润的。然后我们每一款产品呢其实敏感肌都可以使用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用了这两个产品之后脸上的那个效果，就是皮肤非常的保湿，然后多多的感觉。再来呢我会用这个 Double Serum and Cream 双重配方，它这个呢可以帮助我们肌肤达到水油平衡，可以帮助我们镇静还有保湿，然后它里面呢其实就是有不一样的那个质地，一个是 Serum and Cream， 所以我就是会把它放在手上。它的每一款产品其实都非常的好吸收，用完整个脸亮亮的，有没有？当然一定要涂上防晒，防晒呢我这里就有两款，这个一个呢是 White Truffle Wonderful Tone Up Sun Cream， 另一个呢是 Wonderful Essence Sun Cream， 它其实算是一个多功能的防晒霜，妆前用它呢也特别的好，展示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带一点肉粉色的，然后也很好推开，它不是那种很难推开的，它是有一点水润感的，擦起来其实还挺保湿的，可以长达30个小时的保湿，然后它就是有 SPF 50加 PA 4个加，非常的够用，就是可以在脸上。这款有校色功能的防晒呢一涂上去呢整个脸的颜色呢都会均匀很多，那等一下上foundation 的时候呢，就更加的容易简单。
他们这个防晒我自己也是很喜欢。那这一款 Wonderful Essence Sun Cream 也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的质地呢就是跟刚刚的那个颜色不一样，它就是白色的。那推开呢，它会慢慢变成透明色，一样它的质地也是很水润，可以达到24小时的补水保湿。一样呢，它也是有 SPF 50加 PA4 的加，而且呢具有蓝光保护的功效。最后呢，其实他们也是有推出面膜的，意大利白松露和透明质酸的滋润护理面膜，就是提供给大家深度的滋润还有增进皮肤的效果啦。那里面呢含有非常丰富的意大利的白松露。那我对这个产品呢这几个星期的试用下来呢，真的是感受挺好的，就是很明显看到我的肌肤有被改善到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不妨可以试试他们家的产品哟。 Hello， 你去哪里？今天是父亲节， so 就打算出去小小的庆祝一下，就是可能吃个饭啊，然后带 Hannah 去玩。然后接下来今天就是他有一个游泳课。Hello， 爸爸在哪？跟爸爸一起戴墨镜。现在来到帕布卡，等一下他游泳的地方是在蒙特拉。现在呢就要去找一点 restaurant 吃一点东西。Kevin 还没有吃，你肚子饿？你吃了吗？你饱饱了吗？哎，什么？跟谁拜拜？你跟谁拜拜？有人了。有人。他在吃柠檬。你又超喜欢吃，你看呐、啊。耶，看哪耶，咦，看这边，看爸爸电话，爸爸那边，这边，哦，他逛到累啊，直接坐下来。我们在帕比嘎逛到七七八八，然后现在呢 ，Hannah 就要去 Montara 那边上 swimming class， OK。
。